现在我也是，譬如说我小孩在保姆那边，我去接完我小孩之后再去接我老婆。那我老婆是八点半，我在大家楼下等她，但我老婆会摸到9点半才下来，每一天。一小时我觉得还好，但6小时肯定是刚交往，不然不可能、啊。其实一小时还有耐心，还有另外一种。就是这是假故事，只是因为他是艳名，所以你们觉得他是真的。没有，其实海产讲这个故事，你们认为是真的吗？大家看一下海产的脸，你说假的啦，人是他，对，抓一言真的啦，真的真的，他才是掰故事。对啊，对，我是真的。还好黄靖雯今天有唱歌。到目前为止 ，Cibo， 你会觉得这几位里面你会选谁？我一定也是选艳名哥。其实不管讲什么，都是艳名。他不管讲什么，都是艳名。不会啦，还有一条啦。我觉得张艳名这样很危险，你人设设的越高，以后越会翻车。对，小心拍到，我告诉你，小心哦，别更快。我跟你讲，这三个很会抓你。我们叫人去拍一张，我怎样抓你？旁边什么第一名拍，案件难防，厉害啊！接下来，OK， 还有一条可以绑回一绳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加油加油！生活圈以家庭为主，哦，这很重要，这个蛮重要，我觉得重要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对男生来讲非常难，因为男生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内心都还是有一个那个小男孩，浪子，小男孩，对，小男孩，要不然就是浪子，还是很爱玩，你知道。他们内心，所以不管是当老公啦，当爸爸、啊，其实你要他们以家庭为重，拒绝外面兄弟的局，然后不要出去玩，哇，对他们来讲心很痒，很难。然后他们慢慢慢慢的，你就会发觉，哎，他真的因为可能吵了几次架啊，然后慢慢磨合啊，然后或者是年纪也大，哎，他慢慢慢慢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知道，他也为这个家庭牺牲蛮多的。哇哟，不然他们一定每天可以在外面喝啊，兄弟打来一定都可以走。没有，说实话，我相信在场爸爸都一样，小孩一出生以后，基本上晚上的应酬全部变得没有生活，完全没有在这外面吃，完全没有自己的事，不知道我们现在功能退化成什么样。重点是立冬也没修了，对啊，也没修。研究啊，哈哈，现在是怎么样？就是连尿都尿不出来，是吧？这样有尿袋，要擦尿袋，有时候还不小心会漏尿的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不要自己讲，直接问。哎呦，立冬对不对？我们对不对？怎么样？这样有找你吗？小心哦，我们三国讲话很直接哦。我们三国志每次有时候直接录完影，直接去吃饭哦。我都会跟他们讲说，哎，我要去接我老婆。然后大家就查你老婆的班表，你老婆在欧洲啊？是接谁？接另外一个，还有好几次都是收工，然后他就在我们台视旁边的那个咖啡厅。哦，对对，然后自己在那边说要等老婆啊。但你有看到他老婆来过吗？没有。等一下，你家又不是在台视，不是等谁？为什么要等？等谁？我还没下班。等一下，没有要帮他讲话，在台视旁边那个。那个咖啡厅是整个是玻璃的，他跟谁见面都看得到。对啦，你们自己有没有？我们很多优点都没有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秀出来。对对对，当然不是会唱歌了，对对对。靖雯觉得就要耶，包办生活大小事，放老婆一天假。才一天，我老婆现在就是上班族嘛。其实现在在家里，大多数的那个家务都是我在做，就是打扫啦、吸尘啦、抹地啦、洗衣服、晾衣服、折衣服、接送小孩、买晚餐，都是我。那老婆每次回来都很累，我就说6日可以的话，你就当一天废人。哇，对，你就当一天废人。早上起来，我昨天晚上就先问好说。你早餐要吃什么？那我就早一点起，反正我每天早上就送小孩，我的那个时间就会起来了嘛。那我就起来先去买好放好之后，起来赶快就骗小孩说，哎，我们去看玩具啊，我们去那个直排轮啊，或者是我们去儿童乐园之类的。妈妈不可以去，可以吗？因为他听到这些，妈妈他叫妈妈去，妈妈去我就不去咯。他就他想了一下，好，我们赶快去吧。然后妈妈就小孩会黏妈妈，对，这样妈妈才可以放假。然后我的，然后还有就是，妈妈放假一定就是去逛街或者是按摩或什么。我的信用卡就放在那边说，哎呦，我必须，哎呦，想这么大，讲真的，是真的，但是老婆的副卡，但是其实呢是有一点点利益关系，就是说有时候如果我想要打麻将还是什么的话，我先让他这两天很爽。照顾的体体贴贴的，还有小孩全部都顾好，然后有一天说才可以放假，就一个月可能就一次说，哎，你那天我都帮你，就是整个6日都在家里已经休息得很好，你就一天
今天去接个小孩而已，合理合理。对，而且我还不可以打过夜那种，我还要打到比如小孩睡前，我还要先赶快回来帮他洗澡。啊，小孩要你洗啊，几乎都是我洗。哦，那很加分。哇塞！哇，可你不是说你都要工作？对啊，全部都是你做，你怎么有时间？那你怎么有时间工作？哎呦，在抓喽，真抓抓抓抓到了。就像今天那个，多啊，那你就是在靠老婆养啊。靠老婆，你转太厉害。艺人的工作可是只要有一个工作就很多钱了。哦哦，对啊，并不是就一量取胜的，不是。我们还好，没有这样，没有这么讲，你自己就好了。我不一定要工作那么多天才可以，对啊，没有啦，讲太多太满了啦。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，他应该是说钱应该不是要赚到多多，而是真的够用就好，是这样吗？就是我不用一直每天就把自己忙得半死。OK 之类的，那如果真的这样，我早就去拍戏啊，就八点档就每天，对啊，那对对对，我现在那你要想哦，相对来说他的工作是比较不固定的哦，对，一旦他不固定，是谁来担？就是老婆，是不是就是老婆来担？哎呦，因为老婆比较固定，对，老婆比较能固定啊，所以是老婆表面上是他好像是都他做，其实是他老婆真正在配合他这些不固定的行程，所以他配合他的任性过来了，所以他才会说我放你一天假，这就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。浩如姐又变，没有什么放浩如姐变回原本的浩如姐，没有什么放放假的，对，我眼睛只有我想不想做，没有什么你放不放给我假，我又不是你的外佣，你真的吃三不了一集，这才是我们习惯的。浩如姐，对呀、啊，你真会搬弄是非耶，黑的讲成白的，真的好事讲成坏事。好了，但是他刚刚有讲到，他家里面的家事他真的都他做，对啦，他有做家事，也是啊，也是不错。而且还要被检视，还要被检查，对不对？对，要被检。你老婆真的会这样，总会看出士官长是你这边怎么没擦到？士官长真的会，他一直觉得我做不好，他一走进来。那个洗手台那边，湿湿的，湿湿。看你有没有奶粉，看我放奶粉的时候会不会漏。太严格了。上厕所把那个马桶盖拿上来，这样。他要蹲，我有时候没蹲没看到啊，蹲下你在做什么？好好恐怖。这边都没擦尿渍，太严格了吧？对啊，所以我每天都提心吊胆。士官长，士官长。我先军中生活，他比较像员工，对，像员工兵了。我现在当兵啊，当兵，当兵，或者是在坐牢，要不要静下一天？我已经训练到。就是上完厕所之后会无意识的低下来哦，低下来检查。刚刚中间他也会低下来看，在中间外面都会看。他为了那个尿哦，不要喷喷，对，他是直接把它用放到水里埋进去，然后排掉，哦，用注射踩起来，然后自己擦一擦，懂？注射离开。竟然做到这样，你看是不是好男人？这样，将会感染喷呐，将会感染，值得骄傲。真的，出来说还我们是不是有像尿过？没有，静雯啊，静雯厉害啊，真的辛苦啊，好厉害，辛苦哦。好好好，来，那破哥，破哥换你，我也有啦，哇，好老公要具备什么条件啊？太岳母，太岳母去救啦，什么意思？去捡什么？救啦，才能做到这一点啊 ？Q 啦，这什么故事？多么的乡土，奇怪的故事。我们爱屋就是要及屋，就除了爱那个老婆，爱自己的小孩外，这大家都做得到。但是连他的家人都要爱。每次我们出去那个澎湖啦，去哪里都会带岳母跟岳父一起去。然后岳母就喜欢什么 Q 啦，在潮间带退潮的时候，退潮的时候岳母。真的推潮的时候，勤的 Q 啦，用心良苦，一直 Q， 你知道吗？一直 Q， 然后我们就要特别找一个地点，还要找到潮间带。我还去问说，哎，澎湖有没有潮间带啊？那民宿说有有有，我会带那个岳母去啊。六点的时候，早上六点集合，真的集合就去哦。然后回来就一带啦哦，妈妈多开心，你知道吗？猛啦！好开心啊！甚至我们到无人岛，最夸张是我们到无人岛，那无人岛那个礁石很尖，很可怕，那走路都要这样。因为很容易被刮到，在期待对不对？没有期待岳父岳母会掉，然后我们才说那个船长才说下船而已哦，大概三分钟，阿妈就不见了，阿妈不见了，你是不是开心？对，本来有小雀，有点窃喜，他在海边大笑，终于，这一次不见不见有点够，窃再给我跳啦 ，Q 啊 ，Q 滚啊，太坏了，太坏了吧，不能这样。结果才这样三分钟人不见，结果那个无人岛很恐怖，那走路都要慢慢走那种。阿妈已经到那个最远的那一头去。哇！阿妈，你干嘛？阿妈跳的，等来啊 ！Q 雷亚的速度太快了，连那个船长都赶不上他。
然后还被封为生态杀手，因为只要他捡过了，片甲不留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有一次最远最远在澎湖 Q 到吕宋岛去了，真的 Q 到吕宋岛去了，我告诉你，已经快回来 Q 到福建去了 ，Q 到鼓浪屿 ，Q 到厦 ，Q 到鼓浪屿，然后再 Q 回来，阿妈多开心，阿妈开心的话。我的女那个老婆也开心，老婆也开心，人家都开心，哎呦，就吉屋啦，对啊，他家人爱做什么事情，他就陪他们陪伴一起，这个很棒，陪伴陪伴陪伴，对啊，好，来票选的啦，都加分完了，好哦，那请大家投票，哎呦，谁才是最完美老公，请翻牌，啊啊，哎呦。哎呦，平均的不错，哎，蛮平均的，哎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哦，哎，大家都有票，人人有票，哎，成功了，大家都有票，谢谢，哎，有脸回家，你们给男生留面子，但是冠军还是艳美，哇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了，对了，请发表得奖感言。其实我谢谢谁啊？还是要跟其他男生？没有啊，谢谢我老婆啦。啊，对啊，哇，谢谢老婆。哇，没有了，因为其实做家事，其实我也会做，只是可是我其实很不喜欢做家事。但是有一次是因为我老婆她产后落发太严重，然后地上都头发，然后她每天都是因为这样心情不好，然后我就决定每一天就是打扫打扫，然后他其实不知道，但他回来之后发现他头发就是地上的头发变少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哎，老公，我头发就是掉比较少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对啊，不错啊，我们有去看的医生，然后还不错。”可是我没有跟他讲说是，其实你先打扫，对，就是没有跟他讲。哇！天哪，你把你自己逐太高了啦！真的，对呀，我家很危险啊，太危险了。隐瞒老婆的病情，到底想继承什么？先退一点。哎，这超加分的。